初恋情人到底是怎么样的？他是一个感性的男生。看起来好像你很喜欢他哦。不过最后为什么会分手呢？你不只会做面包，做家务也有一手哎。没有下次。你真的很香哎。一块二的幸福，每逢星期日晚上8:30，八度空间最霸本地王热烘烘出炉。